医生的队服本来感觉很爽，可今天却无人喝彩，郁闷，搞不懂这帮小女生们到底在想些什么呢？您好，阿姨，我找冉东阳。好，你等等。喂，冉东阳，我是吴冕。哦，有什么事儿吗？没什么事儿。那没什么事儿我就挂了啊，我正看书呢。哎，你等一下。你们今天下午怎么又去篮球馆啊？哦，原来你想问这个呀？你们说的没错，你们男生打球是靠自己的实力，我们这些花瓶是学霸。我挂了啊。喂。这些小女生真是小心眼啊。谁说生活十有八九不如意，可我内心的快乐深呼吸。 And now a special offer of the week. For just 100, you can buy a boat. This kind of boat never gets a hole in it.And it sits flat in the back of the car. It comes with, and all you have to do just to switch it on. It's bright orange, so it surfs and sees. What's more, for $500, you can have a small outboard motor to go on and back. Rush out and buy one now. So you can really. There's many ways.Some have thick things of weight. So you can really enjoy the summer holidays. And now, a small weekend. Could you help me carry some of these books back of the house? Drop a library. I was at the back of the... Hi, 你说什么好玩的呢？我也听了听。这什么意思呀？当我是臭毛病。夫子曰：“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哎，小女子尤其难养也。有这句吗？哦，后半句我加的。嗨，你有什么困吧？哎，少扰乱军心啊！小美女放心吧，这回啊，我一定会坚持到底的，不会理他们的。这就对了。这个嘛，可是二十一世纪的重器。同学们再见。老师再见。快来快来，咱们第二轮去练球了。那个，希望各位同学去参观指导啊。行，等等给你指导去。也希望女同胞们前去观战。哎，大姐大，尤其是希望你们也前去给我们指导一下。等我们有时间再说吧。那你们什么时候有时间呀？没完没了了，纠缠不休了是吧？啊。咱班那群女生估计是跟咱录真格的吧，没人愿意来了。想用这招来威胁我们吗？门都没有。不过他们真不来也没劲儿啊。以后学也没人送啊。豆豆，你赶紧回班把那两瓶水提过来。从此以后，我们要自力更生，奋发图强。
为什么？凭什么让我去提水啊？因为你是替补。不去。走。熊，大蛋。哎，休息会儿吧，累死我了。好吧，休息五分钟。水，哎，这是江河日下，咱连杯凉水都没了。还是冉东阳他们买的水好喝呀，冰冰的，甜甜的。哎，队长，你去跟冉东阳他们说说吧，哪能这样对待班里的英雄呢？要不明天我们给小茉莉跟南柯梦他们发个邀请帖？哎哎，老姜这主意好啊，我赞同。哎，我说你们也太没志气了吧？不就两天没有女生来加油吗？怎么一个二个都没精神啊？我告诉你们，真正的勇士，那是不论有没有鲜花和掌声，都一样会勇往直前的。越是孤独，就越是坚强。菲菲，嗯，你说我说的对不对？你这句话呢，我不知道你说的对不对，不过我知道没有鲜花可以忍受，不过没有了掌声我就跑得更慢了。你们给我拿出来男人的样子。报告队长，我还未成年，不属于男人范围。你就做一辈子的小男生吧。你谁呢？上场。行，谁让你把沙袋给剪了？我们还没剪呢。我只是个替补队员，不用天天带吧。你别废话，我告诉你啊，练兵千日，用兵一时，给我马上训练。哎哎，关同学，这怎么成了你们的专门训练场了？出去把书带去。徐老师，校长在这练。校长只是说下雨天，一会儿高中校队还要训练，快走，再不走以后不让你们进来了。跑得还挺快。我回来了。跟您咨询个事儿呗。什么事儿？您说女生是不是都有点小心眼儿？这话不对吧？哪儿不对啊？这小心眼儿啊，谁都会有，那得看什么人什么事儿，这跟性别没关系。哎，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问题了？是跟你们班女生吵架了？怎么会呢？我一个大男生跟他们小女生吵什么吵？那多没风度啊。那就是他们跟你吵架了。他们敢，我什么地位啊？嗯，没准啊，就是你这样把人给惹生气了吧。妈，嗯，你有时候还挺聪明的。我有时候还挺聪明。你是我生的，你那点小名堂啊，我能不知道吗？乔乔，你怎么那么不经夸呀？干嘛，你又想贬低我呀？我，哎，你给点意见，给点意见。尊重女性。哎，对，不是，这不等于没说吗？怎么会等于没说呢？我告诉你，就这一点，就是跟女孩子相处的真理。你要是不听的话，你会后悔一辈子。哦，对了，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尊重女性可以，但是不许早。我刚夸你，你怎么又成唐僧了？你这话重复了多少遍啊？你根本不知道，我们班那帮女生现在根本都看不起我们男生，还练什么练呢？我妈说要尊重女性，可我们班这帮女生现在都较上劲了，尊重就是摇尾巴了。可是，不摇尾巴怎么办呢？打女生们不来观战以后，球队的这帮家伙就失去了干劲儿。我嘛，比他们好些，但是好不到哪儿去。
金豆豆，你过来干嘛？啊，我看你们讲那么热闹，嗯，我也来听听。你想听啊？女生的女生你要听晚安。哎呀，老大，他们态度怎么那么恶劣，连染头羊都不帮我们说话了。他们这是在挑衅咱们呢。女生啊，就是这样，过两天就好了。哎，这样子，不上了。大叔给你打电话，你怎么不接呢？啊，是吗？哦，我刚才打比赛，把声关了，怎么了？能，大叔拿了两张票，说让你和米老师一起去。这是干什么呀？还能干嘛？关心你呗，去吧。哈哈，那行，谢谢啊。那我走了，再见。哎，再见。嗯。他求我给他当教练，凭什么我请他？啊？算了吧，音乐会我就不去听了。你呀，还是多来给他们训练几次吧。你上星期可就只来了一次啊。哎，你要不去听音乐会，那我也不来了啊。你干嘛这么赖皮啊？又不是我要你去听的，是我大哥要你去听的，你总得给他面子是吧？你还是先来训练吧，然后我看你的表现再决定我去不去。哎哎哎，今天下午不行啊，我能安排给工人俱乐部呢。我不管，你看着办。我们先走了，拜拜。我今天我看到你了。哎，老大，咱们今天练球吧。我得先把这两个体育搞定了，要不你们先下去练吧。好好吧，那行，我们先走了，走。对吧？我们出来了，好，拜拜，拜拜。豆豆今天总算立功了。今天呢，咱们还是接着练基本功，等过两天我再教你点新招啊。好好好好。豆豆，教练，我等你们好久了。是吗？行了，练齐了，咱们可以练。好好好。等。谁啊？想干嘛吧你们？啊？哎哎，别别别。豆豆，赶紧把球捡回来。不行，别人捡的不算，谁扔的谁就给我们捡回来。别做梦了你，脑子缺货。哎，我看。怎么回事啊？就是因为上次我们输给他们。对，刚才是他不对，我们能不能到边上谈一谈？我们谈不过你们，没什么好谈的。我们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只会来硬的，请离开这里。就算给我个面子。我为什么要给你面子呀？你是谁呀？吴冕，咱们换个地方啊，走吧。是我们下的吗？哎，
请问这位大叔？大叔，我看上去有那么沧桑吗？你是哪儿的呀？我是哪儿的？你缺货吧？他是哪儿？你管着吗？他是我们教练。教练？哪儿的教练啊？是国家队的还是 NBA 的呀？你，哎，老虎，老虎，走。反应还挺快啊，大叔，我很想和你比试一下。我不会和你比的，我的这些队员会跟你比。哈哈，师傅都没自信，还叫徒弟出来送死啊？我看过你们打比赛，就你们这样的，我的徒弟就可以打败你们。要是没有打败呢？你说，我们立个约。如果年终校联赛他们输我们了，他们怎么样你就得怎么样。一言为定。你们在干什么呢？李老师。李老师。傅小峰，你怎么跟人家机器长来了？玩过家家？小米老师，不要把我们看成过家家的小孩子，我们是男人。哎，都干嘛呢？李老师，他们说的对，这是男人之间的事儿。无冕古龙飞，咱们走吧。练球。李老师，我想问一下，如果那帮女生没什么事儿，能不能来看我们打篮球，给我们喝几次彩啊？是啊。为什么你不自己去跟他们说呀？哎呦，那帮女生不是价值大吗？他们又崇拜您，您说什么他们都听啊。什么时候你也学得这么油腔滑调？这啊，都是跟老师学的。嗯，某位同志敢承认就好。行，我去问问他们，先走了啊。哎，拜拜。拜拜。又把我搁进去。老大，我看你对那三班小米那么恭敬，你是不是看上人家了啊？开这种玩笑，你脑袋缺货？你干嘛？你说干嘛？你还有没有一点道德？再这样，我让你满地找牙！我不是为了活跃一下气氛吗？长记性，别废话，练球。下一个，专心一点啊。吴冕，三分上篮，来跳起来啊！吴冕，加油！吴冕，犹豫什么呢？赶紧的！怎么回事？都怎么回事？快！停停停停停，过来过来，都过来。来，把裤腿都撩开。进来训练的时候沙袋不已经卸了吗？我还以为你们打了什么埋伏没卸干净呢，这脚上除了鞋就剩肉了吗？怎么还像绑了30斤沙袋一样？我说你们一个个的是不是都让人三班男生给吓着了，想让我陪着你们一块向三班男生卧倒亲吻大地是不是？我冤不冤呀？再来，快站好了去，精神点行不行？使点劲！都干什么？都干什么呢？不练了！我说你们怎么回事？都什么意思？我把别的俱乐部的训练都给停了，跑这陪你们发蔫来了是不是？啊，你们是不是让人三班那个头上吓破胆了？是不是男人？我看你们连女人都不如。真的吗？左顾右盼看什么呢？往门口看什么？门口有什么呀？什么也没有，就是什么也没有。
说什么呢？大声点。微微，他说什么？教练，听豆豆说门口什么也没有，的确什么也没有。后来又说了一句，就是因为什么也没有。我告诉你们，人要是想做好一件事儿，除了信心还要专心，要心无杂念，明白吗？豆豆，你看什么呢？像米老鼠这么出现。什么？听豆豆说，像米老鼠出现。什么意思啊你们？刚才不是跟米老师说吗？啊，我明白了，你们是希望班里女生来看你们训练，对不对？那为什么要希望米老师出现？如果班里的女生在，你们就有精神了，是不是这样？说实话，不敢承认。有什么不能承认的？我跟你们一样啊，只要是训练或者打比赛，都希望班里的女生能在旁边看着，这样浑身都是劲儿，啪啪啪送点水什么的，那跟打了兴奋剂一样，这很正常了，可以理解。哎，吴敏，那班里的女生以前不都来吗？这帮女生不好理解，以前他们还给我们买水送水呢，现在闹罢工。怎么回事？你们是不是得罪人家了？其实我们也没得罪他们。行，来吧，你们呢可以把前因后果告诉我，我帮你们说说，可以帮你们说一说啊。谁先说？来坐。先说吧。啊，其实吧，就是那天去完你们滨海大学看完篮球以后的事儿。不是，是这样的，那天你知道吗？我们打篮球。几个搞性别歧视，把人家惹火了，对不对？你们呀，真是好心当成驴肝肺。这样好的女同学上哪儿找啊？说了半天，我们该怎么让女生原谅我们？对，啊，这个简单，就是，郑重的道歉，当面说对不起嘛。我告诉你，女生啊，有时候心胸是很狭小，有时候是很冲动，明白吗？哎呀，老大，你明天代表我们所有男生去向冉东阳道歉。就是，你说什么呢？要去你去。我去当然没问题，就怕人家要的不是我的道歉。对对呀，啊。行了，先别往外了想了，先训练。啊，好啊，来，好啊。哎，老大，为了我们男生的荣誉，为了我们第二队的未来，你这个当队长的怎么着也得付出点牺牲吧？哪有什么牺牲，说的那么严重，不就是道歉吗？老大，你要真说不出来的话，明天要不我帮你送一束花，或者到老师公司请个人替你道歉。队长，也许你不用向他们道歉呢。什么意思？副教练不是说女生是因为我没有给他们作用才生气的吗？要不我们就多说几句他们爱听的话，让他们听到耳朵痒痒。哎，这倒是个好办法。行啊，老姜，平时看你老老实实的，原来是个老狐狸啊。好像快要下雨了吧？天要下雨，天赐良机。什么良机？天机。下雨了！哎呀，完了完了完了！奶奶，真下雨了，怎么办？我明天早点走的，没带伞，怎么办啊？那咱们等雨停了再走吧，别只好这样了。下雨了！外面雨下得很大吗？那个就大呀，根本没法走。莫公子，你再等一会儿吧。还好还好。
剩下余一半我是停不了了，要不然我们就先走吧。嗯，那他们跑快点，坐公交车吧。嗯，对了，你怎么？坐坐怎么办啊？反正我老妈也不会来接我了。你可真是小姐脾气，是你不让你妈来接你的。现在你妈真的不来了，你又不高兴了。我又没让她下雨天不来接我啊。你妈要来接你的话呀，我们呀还能跟着沾沾光呢。好了好了，我们就出发吧。好吧，来，我喊一遍啊。嗯，一二走啊！啊！干嘛呀？我干什么啊？绑架！咱们老大说了，他有伞，他坐冉明阳去车站，让他等一等。他有伞，怎么不早点拿出来？他不是怕冉东阳不理他吗？我才不稀罕他送呢。I see， 那你就等你的护花使者下来吧，我们就先走了。嗯，走啊！拜拜，冉明阳。你俩干嘛呀？放开我！你们这干什么？啊，队长，遵照您的旨意，我们已经把冉东阳成功拦截下来了。我什么时候说？哎，你不是说要送冉东阳到车站去吗？来吧。哎，队长，好好说啊，问。你们什么时候学小无赖了？我没有，是他们俩干的。谁叫着他们两个干的？还是你叫他们两个干的？我没有。行了行了，不跟你计较了。走还是不走啊？走。伞呢？拿伞呀。伞？我没带伞啊。哎，那两个坏蛋！叫什么叫啊？都怪你！哎，你干嘛？给你伞啊！好了，走吧。走啊！女生跑到球场上给他动鸡腿去了，你也得让队长请我们吃饭，又想吃肯德基，这回咱俩功不可没了。老爸死不认错的德行了吧？那我走了。哦。
哥们儿，你在干什么呢？还能干什么呀？跟我的山菜聊天呗。你小子就这么点出息？都看了咱班女生几天冷脸了，再不找点精神安慰还能活下去吗？那你聊吧，我下了。南东阳，你在吗？坏了，吴敏来找我说话了。你不是隐身吗？他怎么还找你说话啊？对啊。哦，他大概是留言吧，别理他，这样不太好吧。喂，喂，是我。小魔女啊，吓我一大跳。姐，你在心虚呢吧？你怎么这么经不起糖衣炮弹的攻击啊？人家当回护花使者，你就决定原谅他了？哪有啊，还没有呢。你刚才是不是回无冕信息了？哎呀，我没回他信息。少来了你。我真没有，刚才他下去了。小魔女，你还跟谁聊着呢？哦，是那个35中的，他说话特别特别的逗。他呀是他们校队的，前阵子被贬了，现在心情特不好。我呢正在给他加油打气，他现在特别服。小魔女，看来你也有情况喽。哎，你能不能别胡说？我根本就没见过他，好不好？你少打岔啊，接着说你和吴冕的事。我和吴冕什么事儿啊？少来了你！你说，你现在是不是决定原谅他了？哎呀，我不准备原谅他。冉冉，我跟你说，我就是太不放心你了。你这个人啊，就是太善良，你知不知道？依我看呀，你就应该再给那些男生点颜色看看，让他们记住这次惨痛的教训，让他们知道女生不是好得罪的。小魔女，不理他们可以，可是我觉得都是一个班的同学。咱们是不是应该帮帮他们呀？嗨，那不是也得看他们的表现吗？小魔女一向善恶分明，做事是讲究原则的。是啊，你是小魔女嘛。哎，那个篮球拉拉队你还想不想建立啦？我当然想了，我特别想。哎，先说好了，我们建拉拉队根本就不是为了那帮臭男生。嗯，他们男生喜不喜欢没有关系，咱们建立以后呢，可以给别的班甚至是别的学校做篮球宝贝。到时候啊，肯定让他们男生大吃一惊。反正啊，只要能够证明咱们女生的实力就行了。这主意好，这主意好。哎，但是不能告诉那群男生，到时候把那群自以为是的男生气得他们干瞪眼去吧，让他们也知道我们女生的价值。这主意不错，我同意。哎，小魔女，那咱们明天就开始行动吧。咱们先去找几个比较喜欢跳舞的，比如说莎莉啊、莫欣什么的。冉冉，记住，这事一定要先保密，一定要保密，不能告诉那群臭男生。到时候我们呢，要打他们个出其不意，让那群男生一个个肠子全悔青。Good。哎哎，老邓，怎么样啊？昨天成功了吗？什么成功啊？就那个呀，到底成功了吗？输了吗？输什么呀？哎呦，道歉啊！啊，道歉？道什么歉？啊！莎莉、莫欣啊，好在南柯梦了，我都跟他们说了，下课以后咱们找个地方细聊吧。到底什么事那么神秘啊？现在不能说吗？一会儿你就知道了。成立啦啦队！嗨，更正一下，其实早不用这词了，现在呢叫做篮球宝贝。篮球宝贝，哎，这个名字好。冉冉，小魔女，你们不是说好好打击打击这些男生吗？怎么现在要帮他们了？嗨，你没看见那帮家伙现在衣服都全蔫了，
再打击下去，会有人心疼的。小魔女，你再不说我不干了啊！哎，不是不是不是，冉冉，我开玩笑的。其实说正经的，我们主要要证明我们女生的实力。到时候我们可以组织一个半专业的篮球宝贝，那个时候有谁参加比赛，我们就代表他们出场。没错，我觉得篮球宝贝挺好的，以前在电视上看过，多神气啊！真的？那你们还有意见吗？冉冉，会不会太费时间了？不会不会的，咱们呀就放了学以后每天练一会儿，就跟那帮臭男生练球一样，不会耽误太多时间的。莫心儿，我跟你说，谁不知道你可是我们五班女生当中从小就练芭蕾舞蹈的，你跳舞跳得可好了，我们还想让你当我们的舞蹈指导呢。就是，可是上中学以后我都很久没跳过了，我还不如莎莉跳得好呢。好了心儿，有你在谁还敢和你抢第一啊，你就别推了，参加吧，别推了，参加吧，参加吧。啊，太好了。哎，那你其他人呢？南柯梦，你呢？我倒是有兴趣，可你们看看我这身材。你可是大姐大，再说了，我们主要秀出的是我们女生的精神风貌，这跟身材没关系。而且，像我还减肥呢。不错，减肥呀，南柯梦。那还说什么呀？送一个吧。好吧，来的。好班长，甩个太呀。我不会跳舞，好班长啊，不会东西可以慢慢学嘛，对不对？你可是我们五班的一班之长，哪能？一点集体荣誉感都没有，对不对？就是的，学霸。好吧，再来一杆。现在一共六个，我小魔女宣布，我们五班的篮球宝贝正式成立。你们人到齐了，谁来给我们指导呢？李老师。找我呀，进来吧。什么事儿啊你们？好事儿。李老师，我们要做篮球宝贝。篮球宝贝？嗯，我们想成立一支在篮球场上的啦啦队，啊，队员休息时上场表演跳热舞的那种。我明白你们什么意思了。李老师，你们班了不得嘛，个个都是点子公司的后备人才，一个星期少说也有十个八个的新鲜点子冒出来，这不挺好的吗？说明他们思维很活跃，有助于他们接受新的知识啊。就怕他们接收的不是书本上的东西。不会吧，他们都还挺自觉的。这个米老师毕竟还年轻啊，跟自己的学生都混到一块儿去了。我就没有别的选择了吗？没得选，您只有支持。你们也太专横了吧。米老师，我就知道您一定是和我们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不过呢，我还是得提醒你们啊，支持归支持，要处理好